就可以了。还有五星五星还分钟预约可以预约一下。还有别忘了点点爱心和送朵玫瑰花。来，先选择一下歌曲。选择一下歌曲，第一个是诗画小镇，第二个呢是苏幕遮，第三个呢是走江南，可以扣前面的序号。第一个是诗画小镇，第二个是苏幕遮，第三个是走江南，截屏最后一个呢就挑你选的那一个。准备3 2 1，从零。第三个走江南，恭喜我在孤独的风景，然后恭喜你，然后大家别忘了把直播通知扣扣，爱心点一点，玫瑰花送一送，辛苦了。
一对新娘，唱给谁来听呀？声音是不是好小？然后那个大家再选择一下歌曲吧。第一个是画小镇，还有第二个苏木遮扣前面的序号。第一个是画小镇，还有第二个苏木遮扣前面的序号。截屏最后一个，挑你选的那一个。准备三，漫长三二一，走你。第二个苏木遮，恭喜。什么鱼，金鱼，什么金鱼，是不是来了？然后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挑一个苏木遮，然后大家别忘了把这里的直播通知勾勾。大家可以帮我点到8500吗？可以帮我点到8500吗？还有这里的爱心可以帮我点到6000吗？辛苦了，大家帮我把这里的爱心帮忙点到6000，还有整的是不是通知也往上勾勾，点到500好了，点到500好了，然后玫瑰花也送一送，谢谢。那就给大家挑一个苏木遮。Thank you.
苦了大家啦，谢谢在帮我点爱心的哥哥们，还要谢谢购我直播室通知购我们，还有谢谢保送我玫瑰花的哥哥们。好啦，那接下来呢还有最后一个诗画小镇，最后再给你们跳一个诗画小镇，然后我就要下了。大家没有勾我直播通知的尽快勾我直播通知了，赶快啦，以后就找不到我。如果还有看舞蹈就来周三全网最专业又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找找我的诗画小镇。我的诗画小镇跑哪去了？好了，没关系，然后大家吧这个爱心往上点一点，然后勾到7000吧，好吗？把它往上勾7000，看看能不能勾到7000，然后这里玫瑰花也送一送。谢谢叶未央，感谢叶未央。好了，最后还有一个诗画小镇，好辛苦大家了。我横笛朝外，你牧马，江上木发生一样，看流水送落花，江南烟雨诗画你的无暇。竹篱笆，月牙戏青蛙，听你唱听外滩风雅，岁月如流沙，苍老了风花，那是烟味长大。送落花，江南烟雨诗画你的无暇。竹篱笆，月牙戏青蛙，听你唱听外滩风雅，岁月如流沙，苍老了风华，那是烟味长大。流年半朵眉心朱砂，你画像那个他，繁华褪尽落了红纱。